间院里又忙碌起来了，一共来了七个师傅，加上小飞跟我爸是九个人，他们负责干，我负责做饭。我问问两位老总今天想吃啥。大老总，面条。面条，想吃啥？这田鸡必须蒸的小烧。今天必须给他安排了，我去镇上买肉串。50个羊肉串，20个鱼豆腐，鸡关节来20个，再来20个小腰，再来点孜然，辣椒面少来一点。215。好嘞，谢谢啊。我们三个估计都吃不完，再买点水果啥的。西瓜咋卖的呀？来一份，再来点这个瓜，还有羊角蜜。谢谢啊，走了，拜拜。我爸爱吃这种瓜的这种水果，这回不洗了啊。行了，现在东西都齐了，就是没有炉子，还得去买炉子跟炭去。走。有烧烤炉吗？行。要个带腿的，再要一箱炭，一共多少钱？40、20、60。73、73、70。好，行。这一顿烧烤花了350，不过下回再吃就方便了。今天外头有一点风，我们在这个餐厅里头吃吧，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我们这个餐厅里头吃饭。对虽然没有煎好呢，先感受一下。挂个灯。对。哦，亮了，炭也着了。我去洗点水果。你说都是葡萄上的天，你也别洗了，洗一洗的天都跑了。今年绝对不给他们洗啊。就不洗也得洗了啊。看看掉这个水池里边了。这一个没有洗的啊，我吃没洗的。有点甜，这让着吃的，是让着甜。咦，我咱都不行。前天你都管了，让着哪一来？我偷吃了。那让着真甜。我们这个餐厅以后呢，这里是吧台，这边是座位，然后在前面那个地方可以唱歌的是，对。现在只能想象，期待那一天啊。喝着咖啡，卤着串儿啊。几年的第一块西瓜。对，今年第一块西瓜。不行，我的口罩着了。我的真。能吃。想吃串，我跟你说还是不能吃。不能利刃。对。没事，我转下来啊。来吧啊，第一锅出炉了啊，来吧。走。走。好吃。哎，辛苦了啊！那我也点来挖一个啊！一人来提一个，你掉包。少喝点，辛苦了啊！哎，行，那烤肉，先吃了再烤。来，吃吧，两碗包吃。嗯，生活多么幸福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对。来，来，咱把词儿再说一遍。对，立，主持人，这小样，这又装提前一天是吗？提前一天吃完烤串了。等完工的那一天，在那个位置给咱爸要唱一首《父亲》。加上，对，好吧，对，还得努力，让双方父母过上好日子。嗯，啊，对，来，加油，加油！今天在大明河，河南河。走，这个必须满足啊，必须的啊。